晚安，。他没有说下次，你不用再来了。那位先生，刚才在第二关翻锅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出现过这种脸了，这是他第二次出现这个脸。被淘汰的是孙贤志。孙贤志，他几票？3票。真的没有票吗？走心了，走心了。钓虾就是要心平气和。其实像钓虾跟钓鱼一样，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运动，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耐性还有耐力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看我们钓虾，如果觉得不耐烦的话，那是你有问题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的耐性不够，你的修养还不够。所以此时此刻，我们就从钓虾可以来感受一下人性的道理。上最高的奖金耶！哇，哦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要前往的是力宝乐园。OK， 在刚好很适合你谷歌了，谷歌11分钟。哎，我们这样子很像五个人出去旅游哎。这边要直走还是左转？这边要直走，不要再玩导航了。左转，直走。你要看，左转，对，我就想左转。你只设定目的地，你没有显示开始。对。然后它就是一个缩很小的图，然后你要按讲出开始啊。那路超小条。对啊，继续执行。神秘洞。继续执行。对。确定。确定、欸，让花花带路。这要去哪里？那个路已经有感觉起来，好像越来越小，小到有点是没有办法回车，摩托车才可以过去的哦。我们会不会待会就到人家家里后院了？这是人家后院了吧？不是这里吧？你怎么会？这里过不去吧？左转，到家里了啦！往前才左转啦，到那里啦，那里左转啦！这个地图是干什么？左转的地方是这里，你看成这个，然后我要往前走一点才左转。有了，感觉真的不能让花花倒。我不行。哎，这边，是不是这里？是这里吗？雨淋落雨霜是啊。对，很完美。在你们夹的同时，我们帮把你们都吃滚了。对，大家不用等，直接可以吃，大家可以直接吃了。夹子是公筷哦，哈，都用夹子哦。好，来，坐，来，这边的肉丸子各个东西都熟了。啊，有空的就它的肉直播了，它的肉片好厚哦。对，厚肉哦。这个用这个。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其实蛮像围炉的，对啊，刚刚很像。我们很像过年那拍广告，有没有？新年快乐！所有人一起叫耶！新年快乐！红包！哦，烫！他那个牛肉真烫，那个他妈妈的真好吃。来，这人不用说好吃。欢迎收看《饥饿游戏》。哎，不错耶！晚上8点哦，吃完饭再看电视，应该就是这样的状态，差不多。对，就是一种放松。现在看到我们是一个非常放松、非常休闲的一个状态。哇，耶！